好少人会想到，呢班人跳紧舞嘅地方，竟然系间图书馆。It's really nice, like there are lots of stuff, and it's really exciting. Yeah. This library i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it's a new concept, and it's very in for all the teenagers. So I think it will attract a lot of people coming in. 呢一间系新加坡最新落成嘅图书馆。每个礼拜都定期举办不同的节目去吸引年轻人的光临，然后再培养他们阅读的兴趣。例如跳完舞会鼓励他们借有关跳舞的书睇。比起一般人心目中的图书馆，新加坡图书馆确实焕然一新。香港的图书馆基本上十年如一日，多了一些活动，但是离不开借书还书这种大书柜的传统概念。其实21世纪是全球争取知识的大竞赛，而图书馆可以提升这方面的能力。张许峰今年读中三，由五六岁开始他就有去图书馆的习惯，每个星期都会来图书馆借十几廿本书回屋企睇。但是讲起用电脑找书就怕怕了，好似写了作者陈雅的名字几次，就成排姓陈的名字出来闪下闪下都看不清楚。其实我四五年没用过了，我都没人跟进的，都是这么差，我想住五六年之后会好一点，谁知道都一样，我不如自己去找。张许峰爱好文学，曾经在很多文学创作比赛中得奖，但是他说懂得找书看全靠自己，图书馆方面并没有深一层的推动。在许峰的一篇文章中，他形容图书馆是一个死物。我觉得现在的图书馆只扮演一个大书柜的角色，让人借取所需的书，并未能把读者留在它里面阅读，因为欠缺了一份归属感。我期待图书馆在设施和服务方面都能有所改善，使它成为一个人人都依恋、留恋和有所得着的地方。在这几年，图书馆方面已经将推广活动搬出图书馆范围，尽量接触公众，但是效果似乎未能达到。图书馆的服务同这个读者之间咁样都是比较单一的同埋传统的那种，你来借书啦，咁我就向你开放俾你睇咁样，同埋但设施又好有限嘅，咁就成日都即系我哋都为嗰啲 booking 头痛啊咁样。在资讯啊或者电脑的配合上呢，香港是的确开始了好的一步，但是呢在一个整个的视野啦，即是对读者以读者为先那个看法上呢，会不会还是有些地方我们应该是再改善一下呢？我们由于对于那个以知识为本的经济那个考虑呢是比它慢了，所以形成一个很大的落差。最近参观过新加坡图书馆的前中央政策研究组成员谭兆章，觉得香港公共图书馆没想过要给读者贴心的服务。何谓贴心服务，就要参考一下新加坡。21世纪是资讯主导的新纪元，要吸引更多人去阅读，获取更多的知识，
新加坡決定將圖書館注入新概念，變成冇四埲牆嘅圖書館。I think it's critical for this business to reach out to the users. The role of the library will change. It will not be one where you just acquire materials, house it in the physical library, wait for people to come. But now it's more service driven. 主動出擊，吸引用者。新加坡兩個月前在全國最旺的購物大道開設了圖書館，目的是吸引喜歡在這裡留年的年輕人。Very nicely done up. It's very convenient, I guess, when we just do shopping here, and we can just come up here. So I guess for people who don't come to the library so often like me, it's very good. I think it would encourage a lot of people to come. I think the interior design is great, and the decoration gives a very new and modern look to the library. I suppose this is the first step towards the Millennium Library, so-called.这间时尚的图书馆其实引入了现时流行书店的概念，有咖啡室，有各类形式的音乐，有时代感的设计，完全摆脱图书馆旧有的模式。有人甚至入到来都不知道入了图书馆。是有很多读者他们拿了书以后拿到柜台那边要买那本书咯，可是他们要付钱，所以我们就要跟他讲说啊，这里不是书店，你不需要还钱的，你需要登记成为会员就可以把书借回家去阅读。这里有200多种杂志、电脑书和生活趣味的书，目标是吸引18至35岁的年轻人，因为新加坡发现他们比较少看书。我们办这间图书馆的目的就是要吸引这群离开学校以后没有再回到图书馆的这群年轻人，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么多年轻人来图书馆，我们会觉得至少我们觉得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其实新加坡图书馆近年来积极作出新尝试和更新设备，目的是希望将图书馆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张生张太一家是公共图书馆的常客，每星期都会来一次。他们觉得这里的设备很吸引。咁你两个自己搵书咯，吓、啊，咁我同爹哋上去楼上，啊，一阵间翻落嚟搵你哋。你中唔中意嚟图书馆啊？中意。点解？靓同埋好多书。我中睇书，同埋个电脑容易揾啦啲书。的确方便容易。佢哋两兄弟只得8、9岁，但系用电脑查书已经驾轻就熟。有冇人教过你啊？我看人家就學到一看就曉。一向只將電腦當作打字機用的張太亦對圖書館的電腦查書系統讚不絕口，因為它也很 user friendly， 有些文字的指示，另外還有一些圖畫的指示，譬如你就算不識那個英文字是怎解的話，你都可以跟它那些圖畫大概上知道是什麼意思，然後你就去click 那個掣去看看。方便用者，吸引他們使用圖書館，新加坡在這方面花了不少心思。例如年輕人喜歡上網，圖書館就設置多部的多媒體電腦給他們使用，每小時的收費是港幣10元。另外為了節省借書的時間，圖書館採用自助借書機，至於還書更加方便，隨時抌落還書箱，電腦立即更新記錄，結果市民可以用更多時間去享受閱讀，而不是排隊借書還書。One of the recommendations we had in Library 2000 was to ensure quality service through market orientation.
So the driving factor in anything that we do will be the needs of the user. 而張太亦覺得嚟圖書館變成家庭樂。佢話五年前喺香港仲未移民到新加坡嘅時候，佢唔會花咁多時間喺圖書館。香港嘅時候，我通常就係借完書之後我就走嘅啦。感覺上地方係比較狹窄啲，咁同埋就冇乜位俾我坐喺度，可以舒舒服服咁樣睇書。掌握到呢個圖書館嘅技巧之後咧，咁對你揾資料咧就會有好大嘅幫助嘅。咁呢個亦都係咧點解你要上圖書館堂嘅原因啦。香港嘅教育模式近年有咗大改變，好多學校再唔用填鴨式，而係鼓勵學生去自學揾資料做功課。但是公共圖書館在這方面幫助不大。Sheila 是中六學生，她這一天要找關於人工受孕的資料來做功課。她去了九龍區主要的中央圖書館找書，但是中文的就查不到，而英文就只得兩本，但是一本就借了出去，另一本在運送途中。Sheila 於是去問職員：舊樓你有冇嘗試過？舊樓參考簿，參考簿，參考簿嚇。咁問佢有冇關於醫學方面啊，人工受精方面。唔該你。Sheila 跟指示上參考簿。人工受孕嘅時候，咁就全部話查唔到。咁係啊，因為你試下因為上查類似醫學嗰啲啊，會可能會有。嗯，咁你嘅意思即係叫我直接行去醫學嗰邊嗰啲書架度啊，還是喺呢度揾咧？醫學嗰啲就四字頭有，咁如果你可以喺度睇下有冇，但係如果電腦顯示出嚟冇咧，咁可能冇呢一個 topic 咁樣咯。可能佢包括喺醫療入邊嘅書入邊會有咯，但係我就唔會知邊。知一樣係揾唔到。Sheila 再向另一位職員求助，今次職員帶佢上互聯網。嗱，而家咧你可以用 Internet 試一試揾你心目中頭先揾嗰個即係人工受孕嘅資料。咁而家我哋有三個 browser 嘅，咁大多數都會用呢個 IE 比較多啲。人工受孕。人工受孕 ，OK。嗱，呢度有 Chinese search。前前後後大半個鐘頭過咗，依然冇乜結果。在這裡我就找到一個 homepage， 但是呢我按去這個 homepage 的時候呢就是呢找不到的，是的，所以我因為沒什麼時間了，我上去 audio visual room 找一下先。去到視聽資料室，職員終於找到一盒有關人工受孕的錄影帶，怎知播放出來的竟然是另一個專題。你等一下，睇睇先。1526256。系啊，除咗香港郵政服務之外，仲有人工受精。咁如果我要睇後邊嗰樣，我可唔可以 ask 你fast forward 俾我睇後邊嗰樣先，還是我要等咁樣？咁就唔好意思啦，因為我哋呢度咧就係即係不設嗰個快速個手畫嘅嚇。咁因為一嚟我哋工作上會有啲困難啦，因為我哋都睇唔到入邊噶嘛，嚇嚇嚇。OK， 咁即係我要等啦。好啊，唔該曬你先啦。咁辛苦上上落落，終於係乜都揾唔到。我要乜就冇乜喎。佢哋嗰啲職員好落力咁幫你啊，咁但係佢哋聽到個題目就好陌生啦，都唔知係咩。咁跟住然之後甚至有個人同我講你早啲嚟預訂會好啲咁樣樣。
佢哋即係喺嗰度消閒性嗰類書咧，佢哋就好多 copies 啦。但係一講到呢一啲咁嘅，譬如你 research 做功課先需要用嘅書咧，佢哋就唔係咁多啦。呢個社會裏邊咧，亦都嗰個教育制度啦，亦都突然間改變得好快啦嚇。咁所以變咗喺我哋喺配合嗰方面咧，亦都係出現咗一個問題嘅，因為咧係突然間即係個需求增大咗嘅時候咧，而我哋嗰個資源唔係咁足夠去配合嘅時候咧，亦都會出現咗一個即係嗰個即係真空啊。而家目前我哋知道公共圖書館啲嗰啲人啊，喺嗰度做嘢嗰啲人，有得15%係有受過專業訓練啊，所以我覺得呢啲係不足啊。佢哋應該加強佢哋嗰個職員個培訓，令到圖書館唔係只係借書還書咁簡單啦。最近呢5年，香港人口增加65萬，但係圖書館登記讀者人數，1998至1999年有123萬人，仲要比1993至1994年嘅195萬人下跌30%。人手唔足夠，就算有新裝置，都缺乏專人指導，好多讀者都唔識用。在新加坡，无论点专门的资料，图书馆职员都有求必应。Hello, good morning, reference point. Okay, so you're looking for the publication Who's Who in Singapore. All right, one moment, please. 这个是新加坡图书馆新增设的免费服务，叫做选情参考咨询站。公众可以透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和信件提出他们的疑问。參考圖書館管理員會盡量回答，即使是疑難雜症。OK, 拜拜。例如有一次吧，我們接到一個電話，他就是想要查一下方世玉腳下那七顆星的那個樣子是怎麼樣的，然後我們就問了一些我們的同事啦，看怎麼查怎麼找，因為這些通常是從書本上來的啦，先進科技網際網絡這些可能不會有，所以我们就去查了一些书，然后很高兴我们查得到。这个服务扩大了图书馆的活动空间，将知识扩散到图书馆以外。他们的概念就是 Library without walls， 无墙壁的图书馆。 We are able to what we call do information subtraction， that is filter the ir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provide the user with the right information at the right time in the right formSo that the user can then now make use of the information quickly, make his decision and move on. Hi, good morning. Hi, 吴晓。他们来到图书馆，就是好像很亲切的来到他们的朋友的家，他们就会对图书馆有好的印象，就会不断的来图书馆，一方面就能够提升他们的学习方面的能力，也达到我们就是怎么样提倡或者鼓励国人终身学习的目的。还有几日就要进入21世纪，旧有的模式未必迎合新纪元的需要。除了传统的服务，新加坡图书馆还担当顾问的角色，将他们的专业伸展到学校。这间中学在未来2年会逐步改革学校图书馆系统，以后管理的工作就交给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不需要再由老师兼任。I think with the help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which runs the public libraries, it would be good if they could actually work closely with Singapore schools in general to give advice, probably to help in maybe in the layout of the library and in other areas which we have limited resources with.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建议学校可以播放轻松的音乐。又会设立小卖部，售卖有关资讯科技和电脑的附件。另外，学校图书馆还会开放给附近的社区人士使用，甚至举办活动，成为学习中心。虽然将图书馆交给管理局管理，学校要另外支付一笔费用，但是老师觉得物有所值。The whole concept is changing where there's more networking, there's more sharing of resources, there's more interaction with the users that come to the library. So I think working hand in hand with the National Library would actually be a good idea.
新加坡學校可以同國家圖書館管理局緊密合作，但係此情此景喺香港就好難見到。公共圖書館咧，佢同學校都有合作噶。咁樣嘅合作咧，只係喺閱讀方面咯。我就覺得新加坡有一樣嘢做得比我哋好啊。雖然話佢唔係拎到學校，但係佢公共圖書館入邊有一個叫 learning centre。個 learning centre 係好好噶，佢有學校個課程個嘢喺嗰度。咁個學生咧就直情可以喺嗰度咧去做功課。以往咧，我哋嗰個公共圖書館咧，都係比較係著重喺個消閒啊，同埋教育嗰方面，即係配合學校學生嗰方面嘅成長去做。咁喺資訊嗰方面咧，其實我哋以往嚟講都有做，但係咧，因為嗰個資源嚇嗰個配合方面咧，就唔係太過充足咯。咁所以變咗係比較弱嘅一環嘅。咁希望咧日後咧，能夠係喺個資訊嗰方面，尤其是喺中央圖書館成立之後咧，咁嗰個資訊嗰方面應該係可以係全面咁改善同埋可以提升。香港最新的中央图书馆大楼工程已经完成，即将开始内部装置。新馆将会设有最新的智能系统、数码化资料以及新的全港九电脑联网。不过在21世纪要将图书馆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就不能够单靠最超级的装备，还要靠一个有前瞻性的图书馆管理新概念，否则图书馆仍然只是一个新款的大书柜。